打开蒸汽进气阀，预热五分钟。打开空气排压阀，将工作压力设定为4到5公斤。打开工作电源。可自行切换中英文模式，选择需要熨烫的工作模式，按确认。下面开始熨烫，将皮大衣整理，根据衣物的长度按上下按钮调节，按旋转按钮调节后面衣物，按右脚踏开关，按旋转按钮调整前面，按左右可以自调整衣物中的张阔，按右脚踏开关前压板再调整左右两侧，好，右脚踏开关，将袖身放入左右袖口，按左脚踏开关，设备进入自动熨烫模式。熨烫结束。